君宝，你醒醒！天宝，是你让我的。哎，师傅老师说啊，练功是用来帮人的，这里人人都会武功，那我们帮谁啊？帮自己喽！我要做少林寺第一武僧。哼，说的容易啊，哇，什么时候才能做这个位置？先去罗汉堂，还要入达摩院，打完18铜人出得了木人像再说吧。 床也垮了，冷静冷静。哦，睡吧睡吧，明天还要练铁砂掌呢。军宝，看剑！平常不练功，一点魅力都没有吧？先发制人，赢！ 师兄啊，我去练功了啊！搞什么嘛？门也烂了，桌子也烂了，现在连衣服都烂了。罗汉堂那些家伙啊，可有的笑话说了。哎呀，就说是自己洗了，还好这两件没破，当然留给自己穿了。师叔，师傅，他们是怎么搞的？我也搞不懂，大事老鼠咬。哎，最近怎么这么多老鼠跟白蚁啊？你们俩去抓吧。是师傅。哎。 到哪去弄那些老鼠白蚁啊？说变马去吃了不就得了？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你的地沟沟好厉害啊！过奖过奖，雕虫小技罢。来，四大武僧你一定有份啊！城里美颜，宴会有机会的。爸来了！啊，饭来了，饭来了，饭来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铁板敲空，停！好险啊！你先吃吧。你敢用饭泼我？哎，你没看到我绊了一跤？ 饭是我泼的，你去欺负那边告我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次考的是我师傅主考，你们两个不要想考进达摩院了。哎，师兄，十七，我一定要打赢个大西瓜。十二，那一块我敲过了。嗯，君宝，过几天寺里就要选武僧进达摩院了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哎呀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随缘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可是要当少林寺第一武僧，要不然干嘛练铁头功？哎。 你现在敲第几块了？十七了。18。哦，你什么时候练了后脑都不告诉我？我还没练。